觉得台湾节目好看吗？台湾节目好看吗？节目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只有一个节目好看，就是《玫瑰之夜》。玫瑰之夜好看，好看。嗯，我喜欢《玫瑰之夜》。玫瑰之夜好看，好看。呀呀呀！我只喜欢放放放，好看，好看。李茂山，李茂山，难看，难看，好好帅啊！难看，难看。对，现在好之前，好多人都跟我们要，你看，真的，所有的偶像都在这里面。是啊，我家的隔壁小孩啊，他还跟他妈妈讲说要钱呢，拿这个钱来跟我买。我说不行啊，这个我只有一本而已啊。对啊，可是现在哦，也有人跟我要签名，我走在路上，人家就跟我要签名。真的啊，你跟我一样啊，我家旁边那个小孩子也跟我一样，他说叫我跟他签名，我说我不好意思，他说常常在玫瑰之夜看到我们呢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不仅人家找我们签名，也有日本哦。听说我们在台湾很红哦，他特别派人来访问我们哦。真的？嗯。日本人来访问我们哦。嗯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。真的啊，可是我就不会讲日文啊，我只会讲英文啊。你不会讲日文啊？我会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啊。你会日文啊？真的真的，我因为我爸爸我妈妈啊，他是受日本教育啊，他们都有教我一点点，是口是意嘞。哦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啊，今天我还会唱日本歌啊，真的，真的真的，你看我唱我那个偶像，我把那个偶像的歌啊，我李茂山的偶像歌，我把它翻过来，啊，那达西江，哇达西耍，啊那达哇达西，啊那达西江，哇达西耍，沙西米，讲得很好，你的发音歌讲得很好，哪里个？他说你的法文歌，你不是在讲日文歌吗？我是唱日本歌的，怎么会唱法文歌呢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他是 Mika， 好阿姨。哦，全员没加。日本の皆さんのね、たまにこういろいろと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ようと思ってる私なんですよ。哎呦，他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可爱，为什么会认识他？不是这样子讲的，他说我很漂亮，为什么跟你在一起？黄立国，真的，他是这样讲，不然你问他，我讲的对不对？嗨，他说嗨，他讲的对不对 ？No， 嗨，啊，你搞错了。你们觉得台湾节目好看吗？台湾节目好看吗？节目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只有一个节目好看，就是《玫瑰之夜》。玫瑰之夜好看，好看。嗯，我喜欢《玫瑰之夜》。玫瑰之夜好看，呀呀呀！我只喜欢放放放，好看，好看。李茂山，李茂山，难看。难看，好好帅啊！难看，难看，对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！我回去跟我爸爸讲，他讲的对啊。Mika 帮我签名，签名。哦，这个真的不简单呢，我们这个是国际的呢，还有日本人来呢。哎呦，哎呦，どうぞ、どうぞ。どうぞ、哇，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哦，签的好漂亮。欧树，千言。米嘎，哦，他写中文字写得好标准，你看，我是千叶美嘉。哦哟，这个字写起来跟你很像，好难看。哦，那个日本人写上去不简单的啦。对呀，米嘎怎么会来台湾？哦，日本就是他来访问我们呐。他来访问我们呐？对呀。那你真的要访问我吗？那我们要，我要去化妆哎。不用啦，我们要自然一点。我们学生嘛，我们学生不需要化妆，我们自然一点。好。他。可以访问我们呢、啊，嗨嗨嗨！哇，米卡好漂亮哦，不知道他会提什么问题耶？你问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自视人应该有哪些条件？自视人，自视人应该有哪些条件？自视人哦，自视人，我只知道猪肝莲，那是配的米粉汤。那猪肝莲配米粉汤？猪肝莲它是主事啊，主事，猪事要剃光头嘛。那个主持人坐在去剃光头，主持人，主持人呐，主持人，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知不知年？条件，哦，条件很简单，要长得帅 ，very handsome，handsome，very handsome， 嗯，那女孩子要 beautiful， 女孩子要。綺麗，綺麗，漂亮，漂亮，卡哇伊啊，男生，卡哇伊，男生怎么讲？男生叫卡哇伊兽，卡哇伊兽，卡哇伊兽，可怜，哪里个？你有骗我？女孩子卡哇伊，
男生是卡哇伊说，卡哇伊说。他是问我们说，主持人要具备什么条件呢、啊？一定要很活泼吗？要反应很好啊？要很可爱啊？对不对？最重要还会喷口水啊！那我就每次看到李茂山就喷口水，然后那个方方方就会唱一道那个彩虹啊，来了，要骂我的偶像吗？那不晓得他还有什么另外问题想问我们？对啊，对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哎呀，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？我可以当吗？我可以当吗？哎，他可以当妈妈。你可以当妈妈，我看看。我可以当吗？你绝对可以当妈妈。当妈妈。当妈。可是你要先结婚啊。要先结婚。结婚结婚啊，结婚。结婚要睡觉啊，睡觉以后就可以当妈妈。我可以当妈妈，汤妈。汤包。等，他怎么闹？だからね。あのね、もう一回、もう一回、もう一回。我可以当吗？你可以当吗？你是将来一定当妈妈，你不会当爸爸。哦，来哟，来这个，我没关系。我知道。他说，他问我们说，我们这个主持人要具备什么条件嘛？所以他问黄伟说，他的意思说，他可不可以当主持人？哦，说 ，no problem。No。何が？Dancing, please. Dancing. In Japanese, no problem. 大丈夫大丈夫哦，来这个，来这个，什么大丈夫大丈夫。それじゃあですね、あの皆さんに、日本の皆さんにさよならを。哦，皆さん皆様、こんばんは。跟我们这个台湾的电视朋友跟日本的电视朋友们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哦 ，OK， さよなら。明日また。